我是主讲人Lydia，然后这位是王邀请到的试吃嘉宾Christine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的试吃对象是贵州的冰粉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第一位出场的美食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跟DIA留学，在贵州山区做支教，然后我是一个贵州人，我是在贵州出生，并且度过了我的童年，所以我对贵州的小吃就非常的了解，然后一路上都在叽叽喳喳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小吃经历，然后这个就是我重点介绍对象，冰粉。然后Christine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碗已经是被我吃过了的，刚才在录像的时候实在没忍不住先吃，因为我们摄影大哥已经开始吃了，所以我也开始先吃了一点。对，这个是冰粉粉粉，这个咚咚的像，哎呀，这个咚咚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冰粉。它怎么做的？它是用那个一种叫冰粉籽的植物，就这边特有的，做搓出来的，工艺比较粉籽搓出来的。对，这个工艺挺复杂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可以回去向我会做冰粉的妈妈和会做冰粉的外婆打听一下。好，所以我在深圳也可以吃到这种东西。好，然后下面这个汁，这个糖水是红糖水，它就是由红糖熬出来的，就挺简单的，但是有红糖的香味。然后这一碗是刚刚做出来的，卖相比较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就在冰粉上面它有很多佐料。对，这个是花生和芝麻，然后还有山楂，对，山楂，然后这个是红豆葡萄干和葡萄干，然后吃的时候可以先把它搅一搅，它又会沉下去，卖相就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好想吃，等我介绍完。好，然后这里就第一口吃进去的时候，就虽然红糖水是比较甜的，但是因为冰粉它冰粉它是很清爽的，它就像没有，它是没有味道的，但是它特别的清凉，然后口感又很好，很 Q 很弹，然后第一口吃进去，就你要不能只吃冰粉，也不能只喝糖水，要两个一起，然后从糖就甜味和那种清凉口感在嘴巴里面一起出现，然后交织，然后你就会获得这个食物的灵魂所在。我觉得这是冰粉的灵魂所在。然后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因为你后面搅拌了嘛，你咬的时候可能会捞到这些佐料，然后它会加一些不同的味道，比如说山楂的酸甜和红豆的香甜，然后呢就会给这个冰粉的味道再多加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可以搅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我迫不及待了。刚刚摄影大哥有没有拍到我咽口水的那个动作？没有。摄影大哥无情打断。哇，你看到他搅了以后，好漂亮啊！对，好，我们要开吃喽。我也开吃了，虽然我已经吃了挺多的。哦，好大一块！为什么我的块要这么大？哇哦！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因为这个冰粉呢，我以前没有吃过，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，东北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吃，我就感觉它的口感有点像果冻，但它有冰冰凉凉的，然后很 Q 弹。然后里面的配料呢，我血糖有点高，不敢吃太甜的东西。但是它这个呢，因为里面是用红糖水包的，所以它虽然有甜味儿，但是它不是那种你在外面吃的那种
甜品的很腻的那种甜，就很清爽的甜，然后再配合那些配料，有些酸酸的，就有灵魂。有灵魂，对，我们可以开吃了。嗯，我们在这个美美的仙境当中，来摄影大哥给一下这个场景，在这云雾缭绕的山间，吃完了两碗有灵魂的冰粉，整个碗都空了，汤都喝干了。然后我们的支教活动呢也要结束了，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也要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还会出其他的全国各地或者世界各地的这种小吃特辑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味蕾的灵魂。